人一同进入爱溪，时至人类被拯救，撒旦被毁灭，身在人身上的工作全部结束，身在人身上的工作全部结束，身不在人身上继续做工，而人也不再活在撒旦的权下，这样神不再忙碌，人不再奔波，神与人便同时进入安息之中，神归复原位，人也都各自归到各自的位置上，这是整个经义结束以后，神与人各自的归宿。神有神的归宿，人有人的去处，神在安息中继续带领全人类在地上生存，人在神的光中敬拜天上的独一真神，敬拜天上的独一真神，神不在人中间生存，人也不能与神一起在神的归宿中生存，神与人不能在相同的境地中生活，只是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方式，神是带领全人类的，而全人类是神经营工作的结晶，是神经营工作的结晶，是被带领者，与神的本质并不相同。人的安息之处是在地上，神的安息之所是在天上，人在安息中敬拜神，是在地上生存，神在安息中带领存留下来的人类，是在天上带领，不是在地上，神仍然是灵，人仍旧是肉身，神与人各自都有不同的安息方式，神与人各自都有不同的安息方式，神在安息中回来，在人中间向人显现，人在安息中也会被神带到天上游览一番，而且享受天上的生活，享受天上的生活。